哇，吉祥！吉祥海啊！声东击西是吗？螳螂拳。啊！糟糕啊！没了的。赶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倒了！他受伤了吗？哇！他倒了。他又站起来了。对。哦，是他的镰刀。哇倒地了！哇没了没了啊！那弟弟呀，弟弟呀，来对了对了，掉进去了！他找不到，他找不到！哦，我站了那么久，结果找不到的地方。奇怪，在哪里？还在找哦。爬高一点，爬高一点。螳螂表示我死也不给你吃。谢谢。也不要进你肚子。他真的还在找。鸟的智商是多高呢？他脑袋那么小。鸟的认知里面，墙壁只有一层。哇！快点过来，赶紧问啦！来正讲啦，无你来，甲我问一下。那边。我觉得还没有全死，应该死，因为没有死绝。走了，他终于走了。